日前，台湾女星吴亚欣代言的娱乐公司和聚娱乐尘埃落定，而之后就有传言称此公司是何润东的。这一爆料让人更加肯定了何润东与吴亚欣的地下恋情。事件双方对于恋情都没有做出解释。在去年艳照门爆发的时候，无数人感叹吴亚欣遇到了渣男，事业正好却被命运捉弄。现在看来，相比某些艳照女星几年来的坎坷复出之路，吴亚欣只痛苦了半年，再复出居然平步青云，半推半就，还爱情事业双丰收，简直就是中了头彩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吴亚欣又一次复出，何润东肯定帮了大忙。无论什么关系，患难之中见真情，都挺让人感动的。但吴亚欣代言的和聚娱乐近日澄清称，何润东与和聚娱乐无任何关系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